那就 A 啊。啊，你要多大的？哦，一个 A 啦，然后是那个大的，1.5加蛋吗？要加蛋，这样就好。好，320哦，一个大的猪肉酱汁炒面，有会员才去吗？所以你们的会员是不是三井的？我是三井的，对。嗯，可是那我这个帮你扫那个，我不确定哎。